否容下这个我？现在我在难过吗？现在我在悲伤吗？有次简单的事情却让完全搞不清，继续不住的徘徊，不断加重的疲惫，让机制间太累赘，也不要再去理会。那么我能改变吗？如果能改变的话，世界给予的回答就会是光明的吗？再见。